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Zhao Fang. I'm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my name is Ai Cheng. I'm fro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Please allow me to extend, on behalf of Harvard GCIS, China Study Group, and Global Feng Shui Society, a warm welcome to all of you to the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co-sponsored by Fairbank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Zhongdao website, Boyuan Foundation, and Changbo Group, is one among the many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memorate China's 1911 revolution. Yes, there have been a very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Harvard. So the first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his name is Anson Burlingame. He was a Harvard Law School graduate and also the first Chinese student to get admit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130 years ago, and his name is Ding Chongji. So with the foundation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Fairbank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and Harvard GSAS, Harvard China Study Group,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Harvard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today, we really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you again,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Fairbank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Harvard GSAS China Study Group, because the efforts and contributions, so today we can get together here and engage this discussion about 1911 revolution. Also, we can talk about the change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present. Thank you. I should now acknowledge here that the conference would not be made possible without the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s from Zhongdao website and Boyuan Foundation.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Mr. Han Xue from Zhongdao to announce a letter for the conference.友、各位同道、各位同学，大家好。首先，我谨代表本次论坛的赞助方中道网、陈志石先生以及我其他的同仁，向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感谢，并预祝哈佛辛亥百年论坛圆满成功。套用两句古语，今天我们可以说是万里逢迎、高朋满座、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出席这次论坛的学者来自海峡两岸、亚美两洲，有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更有如日中天的中坚力量，也有刚极若干的后起之秀。我在想，我们所谓何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来到了哈佛这个学术的殿堂？昨天我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从北京来到波士顿。在承认现代交通工具使地球变得更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旅途的困乏劳顿。昨天在经过纽约港的时候，望见海天一色的风光，我想到了容闳。当年的容闳，从他19岁第一次赴美，到古稀之年，流亡美国，他在波涛汹涌的漫长逆旅之中是如何度过的？他又在想什么？他到遥远的异地寻找什么？他又把什么抛在了故乡？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熟悉那首歌，蓝天盖着大海，黑水拖着孤舟，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里只有海鸥，哪里是非洲，哪里是欧洲，我可爱的故乡却在脑后。19世纪的容闳的故乡或许并不可爱，但是那却是他至高无上的爱，他用他的一生燃烧了这份热爱，并且烛照了我们后来者。第一次见到容闳这个名字时，为了搞懂闳的读音，我特意查了字典。闳的意义是一向门，二宏大。容闳却是在用他一生践行了自己名字的深意，他在做一扇门，一扇打开铁屋子的门。他以宏大的心胸和视野，让铁屋子中的人得以知道，得以面对，得以融入外面的宏大世界。这100多年来，无数的先辈，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同道者，
包括今天在座的诸位，孜孜以求的就是让我们这个曾经沉睡过去，至今也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民族，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我们创办中道网，我们为此次论坛略尽绵薄，同样是基于这样的理想。我们希望我们以及我们子子孙孙生活的这个社会会是一个自由、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我们试图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做一扇打开铁屋、面向世界自由交流的大门。中国先贤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我们努力探求的是一条中国能够平稳地驶出历史三峡的大道。中国将往何处去？昨天一路走来，我多次听到陌生的旅客向袁伟石先生问这个问题。昨天在飞机上，有一些旅客知道袁先生是研究辛亥史的专家时候，他们说，那你说现在的中国该怎么办呢？而昨晚弗里德曼先生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他向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大意也就是，中国将往何处去？你认为中国将会怎样？我想今天来到此地的听众，不仅仅是出于对诸位学界大家的仰慕，更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去读百年前先贤留下的著作，对照当下的现实，常常会令我扼腕叹息，真真是感觉话已说尽，而且早已说尽。但是还是要说，为我们自己，更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孩子的孩子，我们要让历史深处的灯光照亮未来，让未来的光芒照亮今天。昨晚弗里德曼先生还向诸位学者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在中国为什么还有你们这样一群人？我想我或许可以借用台湾诗人洛夫的诗来替我诸位我敬重的老师们来作答。洛夫有一首诗叫《雨中过辛亥隧道》，我想有的朋友一起读过这首诗。他说，那年酒酣之后，留下一封绝命书之后，他们扬着脸走进历史。今天我们正是穿过时光的隧道，与辛亥进行一次对话。即使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今天的一言一行、一丝一文，同样都会走进历史。我希望我们的身姿是有笔直的脊梁，是有着高昂的头颅。我相信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会共享一次思想的盛宴，会共同见证和参与思想火花的碰撞。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并且再次预祝此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Yeah, thank you, 韩雪. Thank you, the letter from the 中道 website. So also got a letter from Boyuan Foundation. So let's welcome our guest, Professor Gao Quanxi, to deliver this letter to us before we formally started our conference. Thank you. Welcome.各位先生，各位同学，非常高兴我在此代表博元基金会向大会致以祝贺。刚才这位女士已经把想说的话，各位我们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就说博元这几年在大陆致力于思想改革、精神解放的探讨，现在呢他们恰逢辛亥革命百年论坛这个隆重召开之际，博元基金会在此表示诚挚的祝贺。肇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标志性事件，如同欧美先进国家一样，中华民族由此踏上了现代化与现代性转型的道路，从农工文明步入工业文明，从帝制走向共和，摒弃陈腐经学，拥抱科学与民主。然而众多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以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现代性转型持续了整整百年，我们至今仍无法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完成。借用金耀基先生的一句话，中国进入社会转型已有百年，但我们仍生活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中。
如同孙中山先生所言，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我们想，这或许是今日大家再次聚首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四月，博元基金会在上海曾举办辛亥革命百年探索与反思座谈会，杨奎松、徐继仁、沈志华、萧公勤等诸位先生参加，深入探讨了，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今日，哈佛大学北岸学社与波士顿大学环宇分治会社举行辛亥革命百年论坛，大家欢聚一堂，这里有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学，也还有不曾相识的新朋友。我们相信，这将是一场思想碰撞的盛宴，并将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奉献璀璨的睿智。在此，我们及博元基金会全体同仁遥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盼日后能和各位老师聚首。博元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博元基金会总干事何迪，谢谢大家。